杨幂、魏大勋否认恋情，新浪娱乐求证双方工作人员，对方均未回应。刚刚魏大勋发文否认恋情传闻，称只是跟朋友逛个街，谢谢大家关心，不带我幂没热度，需要我幂给你充流量。二，不存在谁配不上谁吧，都是流量明星，各自有各自的好，都是好朋友，不可能。五，人家离婚关你屁事。六，黑子键盘侠是羡慕我幂人美身材好，有流量有热度有能力，非得一才能满足一下你自己吗？